警车一路冲上山，迎面而来。看到狗在追人，看到狗在跑。会追人的狗引起员警们的注意，不过他们要找的是两名女大学生，跑到台中大坑山区爬山却迷途，好不容易在一处小路转角遇到人。年轻女子脚步惊慌，看到警察如同救星般毫不停留，立刻跳上警车。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你们了，真的太难找了。他们惊魂未定，搭乘警车一路上叙述稍早迷路的艰难处境。这里的狗它还一直追我们，前面其他也是。突然间造成女大生恐慌的原因又出现了。看到山区的狗群，女大生不忘跟警察再三告状。我们到医药护道那边找的话，因为他那边的山路的岔路非常多，那我们再找很久也找不到人。台中北屯大坑步道一直是中部爬山热点，不过女大生走的是相对冷门的一号步道，结果下山回程不小心走错路。他怎么走的小路来了？那边的住户跟我们讲什么？住户跟我们讲的。大坑山区的警方说，虽然爬山步道有设指示牌，但外地人还是很容易意外绕进岔路。分岔路口蛮多的，所以如果没有确定好是哪一条的话，是有可能会走错条。还好怕狗的女大生遇到无论行动跟语气都很热心的警察大大，当了一个多小时的护花使者，成功把人解救下山。三立新闻江俊阳、李介莹台中报道。